今天的主题是肚子专、oh. 欸、你有不方便问的事情吗？要看是为什么因为我想问有没有女朋友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日本最佳女朋友小百合セリです。我需要打招呼吗？可以打招呼吗？今天把我邀请到女高中生小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木。好可爱，青春洋溢。你现在是几岁？现在17，高中二年级。第一次跟台湾的高中生交朋友嘞。よろしく。よろしく。よろしく。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要改造成日式女孩。你会喜欢日式的打扮吗？超级喜欢。真的？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喜欢？我从一开始接触的风格就是日系，衣服比较好买，也是比较百搭。你会不会比较喜欢那种元素系、原宿系、地雷系女子那种？会喜欢，但是我买不到衣服。啊、真的吗？有试着搭过，但是没有像别人那种味道搭不出来。或者你应该很适合女仆装哎、欸，今天想说要不要去当一日女仆？朋友有在那个女仆咖啡厅工作，那你要不要做一日店长？太难了吧，我会搞砸。好，那我调降一下，我帮她化妆，今天有带化妆包，这里有各种刷子，还有有一些东西。现在是素颜，很 QQ， 很嫩。我觉得不用化妆吧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欸、我想问，台湾的高中生是可以化妆吗？我们学校可以。真的？要看学校啊。对，你是读美容，美容科可以化。一般来说是不行吗？一般来说不能化太浓吧。我们在那个门口在那边两三个老师站着、然后用那个卸妆棉，女生来了就擦，没有好走，可以进去。是这样的吗？对，我们是这样的。要开始咯。首先看看、气色很不错。这个是防晒，里面有隔离的效果。叮叮叮。你通常会用粉底吗？有啊，当然要用粉底。真的吗？不是在高中先不用。那你每天早上化好然后去学校吗？平常不太会化妆、因为我们是女生班嘛，女生班待久全班都会有一个默契，就是都懒得化妆。有时候那天放学要出去玩嘛，我会打粉底到学校再画那个眼影那些。其实就是那个上学的路上就会脱妆啊，哦、所以到了学校画也不错。好，防晒好了，然后用妆前乳，我的推荐的，这个也非常有光泽，虽然是看起来是灰色，有遮瑕力吧，有一点点，主要是有亮亮，所以欢迎走。我觉得比粉底更重要的妆前乳，没有弄好粉底会上不好。对，而且粉底的量可以减少，再加一点点指甲膏。我都用指甲膏，我没有用粉底。你说遮重要的地方？对对对对。叮叮叮叮叮。哎，你有不方便问的事情吗？要看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想问有没有女朋友。也没有女朋友，我只男朋友，每个人都会有伴侣。那你有过男朋友吗？有交过啊。那你觉得男朋友是同一间学校还是？哦，不要同一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两个如果有什么事会让我全部的人都知道，万一分手会很尴尬。台湾的话，你可能是你们现在交往嘛，旁边的人就会这样看着你们，继续啊。继续啊，继续放闪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不会，不会吗？不太会。但是如果你在暧昧的话，旁边的人就会在那边阴阳怪气。哎，真好玩。来，无印良品的，你有发现？这个很好用，那个效果不错。最近买了这个很好用哎 ，CanMake， 它是卧蚕用的，卧蚕提亮的那个笔。对，那是没有珠光，这样比较自然。对，这个可以当成那个遮瑕，是比如说这种嘴角啊。开始研妆，但是你读美容科应该有很多次被别人化过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会化卧蚕，但我化的妆都是那个蚕农的舞台妆。这个是粉红色的，卧蚕下面画的眼线。
这个是眼下。好，继续眼妆。这个颜色很适合你，这是眼睑下至吗？你下面的眼线，但是你下面的睫毛很多，很好哎。试试试看吧，这个是很多日本人都很喜欢用的韩国的牌子，叫做 Lom and。 那你帮同学化妆吗？嗯，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，眼线画不对称的时候更好玩。左右对称真的很难吗？很可爱，我今天的主题是兔子妆哦，新年的那个也刚好是兔年。嗯，你很适合兔子妆。兔子妆就是用这种颜色，快到那个情人节，你有打算做什么吗？没有。约会了？没有。哎，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？没有。真的？情人节在家打游戏。有男朋友的时候有过情人节吗？没有，两个都忘了。哦，太小了吧。这个是那个 Heroin Make 蛮有名的，这个是随身带版本。因为今天是兔子妆，所以眼睛要圆一点，所以呢我只擦眼睛的中间。眼妆结束。居然不画眼线吗？我也会画眼线。先不用，我有画眼影。现在在日本蛮流行眼妆要对，如果你画眼线那不带放大片，那你放大片就是要选一个，不用在眼线眼影睫毛都要，可能是选一两个。好精致，因为你讲得很精致。再来写腮红。最近蛮流行在日本啊，擦腮红的时候快到卧蚕，这么有一点点高。而且很适合你的那个在 IG 上穿那些风格的衣服。兔子妆可以那个鼻头打腮红，打很重的。这个好了，有亮亮的。然后高光，快结束了。因为我比较习惯眼妆结束之后画眉毛，比较抓得到那个平衡。嗯，我也是，对吧？嗯。啊，谢谢，这样比较好画。卡拉侬。在台湾的高中生，什么样的男生你会喜欢，或是你的朋友会喜欢，是你们的菜是什么样的男生才叫好男人？我喜欢会打游戏的。那应该蛮多吧。会打游戏代表团队合作嘛，我比较喜欢那种打游戏强然后不容易吵架的，稳重的感觉。好，再来一次修容。因为你不觉得鼻子太高的时候可怕？对，鼻子低一点看起来嫩一点，萝莉的一点。还有我很喜欢全部的下面，
下唇膏吗？护唇膏，我们很喜欢用这个唇线笔。对，我没用过耶。啊、真的吗？嗯，这样，最自然。对对对。最后一关，眯一下，可以用手吗？嗯。Yes， 好啦，你还没看、啊、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来，你看镜子一下。太自然了，太自然了。那我平常会想要学日系妆，画起来就很台。真的吗？我现在终于给一个日本人画，终于很日系。我平常用差不多的东西，怎么画不出来这样？好可爱！去看看这个肚子妆，圆圆的眼妆，然后亮亮，还有眉毛。眉毛我要 fluffy 画画一点，不要太锐气。鼻子的头是在放腮红，嫩嫩。那好，你画一下，耶，画好了，超像日本人。我刚才照镜子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你现在教我一句自我介绍，我用日文讲。OK， 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モクちゃんです。こんにちはモクちゃんです。那你跟镜头说。こんにちはモクちゃんです。よろしく。よろしく。啊，可爱。有像吗？你看，超可爱吗？谢谢喜欢，谢谢你喜欢。特写，嗨嗨，还可以。おはよう、モクちゃんです。大好き。今天谢谢你来，我真的很紧张画的时候。那这次的变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喜欢。哦，谢谢。好，那。有可能会有续集哦，还要改造成什么风格呢？留言给我们吧。最后不要忘记订阅小百合的 YouTube channel，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最后宣传一下你的 IG 好了 ，M O K U 底线 S N。OK， N O W 底线0819，所以大家追踪看看哦。她其实是小模特，非常专业又很可爱的，所以大家看一看她的作品集。帮我多画一点这个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加奈，加奈。YouTube 会员招募中，抢先看日常生活，会员限定直播，贴粉徽章，马上加入，待ってるね。